这处院落也给荒废了，看两边院墙都已经露出土坯了，青砖已经脱落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经游，今天继续带大家看一处山西清代的老院子。这个铁环是用来拴马的吗？为什么这么低？啊，这个大门好像开的呢吧？我看看能不能进去。好像进不去啊。看样子只能使用老办法了。从门缝里头看一看。从大门看，这个院落没什么特点。没想到从这个门缝里看进去啊。让我感觉到惊喜。这个院子应该是个三进院，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个二进的门楼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东厢房，东厢房的三间上带的垂花柱，专制的，一看也是个讲究的人家。也是专制的斗拱，斗拱下面有花卉的砖雕，整个是以花卉为主题，雕工精湛，显示出了十足的奢华的味道，太漂亮了。这处院落历经了百年的岁月沧桑，虽然这个院墙已经不完整，但是这个二进的砖雕门楼保存的完好无损，就跟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太漂亮了。这个大门锁着，咱们进不去。